青花儿，青花儿好。哎嘿嘿，青花儿好。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。臣看此条江山，一儿一儿哟，你就是定盘的星。什么是公，什么是民，什么是奸，什么是忠，神机妙算缠不平，背弯了人不公。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砣是老百姓，那砣是老百姓。臣看此条江山，就是那定盘的心。神机妙算缠不平啊，他的背弯了人不公啊。天地之间有杆秤，也就是那定盘的心啊。唱青花儿，青花儿摇，唱给那后人听。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。臣看此条江山，一儿一儿哟，你就是定盘的星。什么是傻，什么是精，什么是理，什么是情，留下多少好传说讲给那后人听。留下多少好传说讲给那后人听。留下多少好传说那后人听，讲给那后人听。臣御史中丞刘伯温有重要本章，恳请向皇上面呈。妈，把他的折子给收上来，让他回去吧。遵旨。皇上要你交出本章，回去休息。请转禀皇上，这是重要本章，臣恳请面呈。拿来吧。哎，皇上，王吕要画龙点睛。皇上，快点，让刘爱卿进来面禀。遵旨。皇上有旨，请刘大人进殿面君。朕以为你啊是为了征召秀女的事情来纠缠不清呢。啊，不，臣不纠缠，那么多落到大臣身上的板子都没把皇上叫醒，我何必呢。来人，看座。是，臣谢皇上。刘大人请。啊，不瞒你说呀，为了这事儿啊，李善长专门找过我来准了他的奏折，朕能这么办吗？所以啊，朕就让他在朝廷之上和其他大臣一起商议，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睡着了。是是是，皇上想睡那自然是谁也拦不住的。选秀一事，臣也有疑义，请皇上三思。你不是为这事儿来的吧？啊，说说你这个折子的事儿吧。早就听说呀，户部押银车昆山被劫一案，案情重大呀，待我细细访查，再禀明皇上。我因为盖房子急用钱，出于无奈，才将所藏的皇宫望富春山居图以50两文银卖给昆山知县冯唐。拿回来一看，那锭银子正是被抢的户部银两。你怎么敢肯定那锭银子是户部押往昆山的呢？银锭上刻有银匠的姓名，跟户部查案公告上所列的姓名相符。我一状将昆山知县告到苏州知府赵林那儿。那锭银子还在吗？苏州知府当堂扣押，说是办案所用。哎，不料第二天知府赵林将我羁押，反说我是嫌疑窝犯。这是为何呀？昆山知县咬定给我的银锭绝非这个银锭，
他又从家中拿了个银锭，上面姓名另有他人。哼，这狗官赵林、冯唐，你只砍了他们两个人的脑袋。皇上莫急，现在呀，证据不足，待臣严加查访，定让案件水落石出。那行，朕呢，同你一起去。朕正想巡视江南呢。皇上出巡是非小可，这銮驾随从浩浩荡荡，势必打草惊蛇呀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要去也是微服私访。微服私访也行啊，这自由自在的更过瘾呢。嗯，那至于王吕，还杀不得了。以臣愚见，这不仅不能杀，这还得封官呢，好让昆山县令也不能杀他。你旨封王吕为宫廷画院侍召，从四品，快马加鞭，明天一早送给昆山县王吕。沙孙教我的歌，我一块黄泥捏两个，捏一个你来捏一个我，两个泥娃儿同床上卧，将你儿摔碎用水火过，再捏一个泥，再捏一个我。谁呀？路过的客人，腹中饥饿，想讨点吃的。这深更半夜的，孤男寡女，多有不便。既是贞操寡女，为何只唱李歌艳词啊？你进来吧，把马牵到后院去。去。哎，嗯，看什么呢？嘿嘿，从这儿往上不足三里，就到我家了。想家了吧？想老婆了。说实话还真有点想。我从半个月前出公差逮你，现在多久了啊？你说我能不想吗？哎呀，我媳妇儿待我可好了，可漂亮了。你要真想啊，那就赶紧回家看看吧。嗯，此话当真？当真啊。那我可就不好意思了。去去去。哎，那你只能在村口等我，不能随我入家门啊。行，我懂。走啦。哎，慢点。老婆，老婆，开门的是我。不好，我相公回来了，怎么会在这个时候？哎，快开门的。啊，来了来了，快点，你快找地方躲一躲。老婆快点啊。哎呀，来了来了。哎，你这脑袋怎么没头发光了呢？哎呦，老婆你怎么瘦了？我瘦了吗？让我好看看看。我，哎呀，你真讨厌，死鬼！哎，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干嘛那么急呀？囚犯还在村口等我呢，我时间很紧的。那你也不用那么着急嘛。哎呀，想死我了！哎呀，讨厌啊！老婆。
乖乖的等我啊，我去趟衙门，把犯人送过去，我就回来。啊，哎，嗯，等我回来啊。好。过来呀，快过来呀，来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。哎，不行，我还得回去一趟，我媳妇儿的脚肯定还露在外面呢，你等着我啊！哎哎哎！哎，等我！哼！哎，银子还我！奇怪，什么银子呀？哎呦，一定是睡着了。我老觉得有什么事儿忘了，老婆，那脚还露在外面呢，我帮你把被子盖好，我就走啊。我把被子盖好就走啊。哎呦，果然这脚没放进去。盖好啊。啊！你杀我媳妇干什么？你把我也给杀了吧！你把我也给杀了吧！哎呦！来人呐！有人杀人了！把我媳妇给杀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我媳妇被人给杀了！杀人了！我媳妇被人给杀了！你干嘛呀？你媳妇是被你杀的吧？不，我杀我媳妇，我凭什么杀我媳妇啊？凭什么？人人都知道，就你一个人蒙在鼓里。你媳妇不知道给你戴了几顶绿帽子？谁戴绿帽子？谁戴绿帽子？我媳妇不是这种人，我媳妇不是这种人。找疯了！真不是他杀的，平时里多疼他媳妇儿啊！还不跪下！案犯抬起头来，怎么是你？回老爷，他杀了人。不是我杀的，是他杀的。不是自杀就是他杀。哎呀，我说的他杀不是你说的他杀。哎呀，你又喝多了。我是让你把王吕索拿归案，你怎么把他给杀了呢？什么？是杀王吕？那你究竟杀了谁？我谁也没杀呀，我凭什么杀人呢？回老爷，他杀了他的媳妇儿。我没杀我媳妇儿。瞧，这就是他杀人的刀。哎呦，全乱套了。这么说，那王吕没被杀掉？是谁说王吕被杀了？他好好的。你说什么？那王吕好好的？王吕确实好好的。那他人呢？他
他在外面耗耗着呢。来人，还不快给我带进来。是。哎，他身上的家我还得去开。这回我可以交差了。启禀大人，小的把王吕所拿归案了，现在可以交给您了。确实王吕。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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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老爷，老爷，快醒醒！老爷，快！老爷，都打入大牢。哎呦，这个怎么看着，哎呀，就这么别扭，不习惯。朕当年投军的时候穿的就是这身衣服。哎，擅长他们这次选秀也是去的昆山，你可别混到女人堆里去啊。他们是他们，朕是朕，我们走的是两股道。再说了，朕是体察民情，能被女人给绊住吗？说好了，嗯，不然的话本宫到昆山把你给救回来。圣旨到。圣旨。昆山县令何在？在。来了，下官冯唐接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谁让你接旨了？我是来请你们昆山县的王吕接旨。王吕接旨。皇上封了王吕一个官，让你去请王吕前来接旨。王吕他在，不管他在哪儿，限你一日把他找出来来接旨。老臣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后。你这一来肯定有什么事啊。皇后，臣奉旨到昆山选秀，一是向皇后辞行，二是想请示一下皇后对选秀女子有何要求。我能有什么要求？伺候我的那几个只要本分勤快就行了。你们这么做我知道都是为了讨皇上的欢喜。急皇上之所急，想皇上之所想，也是我们做臣子的本分嘛。那你应该问皇上才是啊。臣去过谨慎殿了，皇上不在。哦，对了，他跟刘伯温啊去昆山方向微服私访去了。你身为宰相不知此事？我想皇上是怕我担惊受怕吧。皇后估计皇上他们走到哪儿了呢？估计已经过了无锡了。您说皇上就这么一个人穿着便服出去了，外面谁也不认识他，这万一……叫你这么一说，我倒真有点担心了，那该怎么办啊？臣以为可以传沿线官员迎驾呀。迎驾迎驾迎什么驾呀？他穿着一身平民衣服，你叫人怎么起銮驾呀？皇后可以派人将龙袍送往昆山呢。这……好吧好吧。哎，传娘娘懿旨，派人快马去昆山接驾。王吕王先生。哟，县太爷呀。这怎么一改往日客气起来了？哎，本县接你出狱。出狱啊？就这么出狱？这不好吗？你就这么平白无故将我入狱，千里迢迢从京城将我追捕归案，我就这么乖乖的跟你出去？除非为我沐浴更衣，洗洗我身上这晦气。由你为我牵马出狱，然后再为我摆桌酒席。这，你，哎，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！京城来的
的选秀官员四处设点，将未婚女子登入在册，30日之内选送京城啊。什么？你说什么送到京城？哎呀，你根本就没听我在说什么，还有什么大事比这更重要啊？哎呦，我的夫人，你不要再烦我了，行不行啊？你听听，你听听，咱们宝贝女儿在哭呢。女儿，女儿。哎呦，宝贝儿，不哭，不哭啊。娘，我不想入宫去，要真入了宫，我宁可死。别瞎说，别瞎说啊，再让你爹想想办法。那我也不能随便拉一个就嫁呀。还剩三天了，我上哪儿去找承重快婿啊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非王吕不嫁。不许这么说，都怪你爹，让你学什么琴棋书画，看到王吕的画你就痴迷上了。当今画坛我没见过画的比他好的。有了。姑苏知府赵灵接驾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臣等接驾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万万岁万万岁。臣请吾皇献出龙身。哎，你们在这干什么呢？啊，臣等奉遗旨迎驾。哎呀，迎什么驾呀？这架子里边装的是装着皇上龙袍的衣箱。哦，起来起来吧，把帘子打开，把箱子抬进城去。哎呦，皇上！哎呦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。不，我不是人。什么话？哎呦，卑职该死，卑职该死！不是皇上本人。皇上啊，已经进城了。哦，马上派人把皇上找到。啊，记住了，皇上和刘伯温两个人骑着两匹牲口啊。哦，卑职明白了。两个人，两匹牲口。放屁！卑职该打，卑职该打。是皇上和刘伯温两个人骑着两匹牲口，皇上骑马，刘伯温骑驴，记住了吗？哦，皇上骑驴，刘大人骑马，真是个废物、啊。又错了，又错了。哎呀，你说你们这一个个的。你叫刘先生，朕呢应该叫红爷。哎，红爷，嗯，咱们是不是先找个客栈歇息下来，明天再去昆山呢？啊，听刘先生的。好，明天起早啊，我叫您。到了昆山，您直奔风流客栈，那个店的菜肴有特色。我呢，得去找王吕。行，你快点来就行啊。王先生沐浴完毕，更衣。王先生，这边请。来人，给王先生更衣。这怎么这身行头？喜庆喜庆，来来来来来。咦，这是我呀？我还是下来走吧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可是你要求的呀。啊，不是，你已经把我牵出狱了，我打算是……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既然承诺了，我就要做到啊。不是，那你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白酒接风啊。就差这最后一条了，坐稳了，走了走了。你怎么把我带到你家来了？来来来，咱们快进去啊！皇上派来传旨的人在里面等着你呢。传旨？传什么旨？你快说呀！来，
请请请。哎，你别拉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这，哎，你快告诉我呀！是圣旨在等着你呢。王吕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王吕卓越英才，封为宫廷画院侍章，从四品，签此。谢主隆恩。请。二拜高堂。别，这是干嘛？这是不是夫妻对拜？乞丐，停！什么意思？恭贺王大人，今天是双喜临门呢。不是，什么双喜临门？你跟小女玉儿拜堂成亲呢？啊？哎，继续奏乐！哎，奏乐！不是，等，什么拜堂成亲？我什么时候答应娶你女儿了？哎呦，你看看你穿的是新郎官的衣服。啊，都拜堂成亲了，这新郎官像刚……你瞧瞧自己，是不是昨天喝多了？你再瞧瞧他，县令的千金呐，你瞧瞧，新娘子多漂亮啊！你看不上吗？嗯，不行！哎，我不同意这种婚事。啊！让开，让开！你走啊！外头到一半了，怎么就跑了呀？冯大人，家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爱妃，朕起来了，给朕穿衣服。嘘，这不是皇宫，是姑苏城。再说您现在也不是皇上，是红爷。哦，对，红爷，我现在是红爷。对，那这衣裳还得朕自个儿穿呢。那您得亲力亲为了。哎，嗯，哎，这昆山县登记的未婚女子一共有多少啊？啊，500。可是现在满县城都在上演拉郎配。让他们拉去吧，还有3天的期限，能拉成多少对儿啊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昆山呢，要征召的名额是200名啊。哦，哎，那王吕呢？你不能总把他关在牢里吧？哪能啊，皇上赐他从四品，官儿比我都大。他现在不仅不再是我的阶下囚，还成了我的座上宾。嗯，别跑！我女儿等着你。跑什么呀？别跑啊！你再好好看看，我是有家室的，我是有家室的。哎，这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成亲啊？嗨，不是成亲，是抢亲。嗯，皇上下令招秀女啊，咱们小小的昆山就得出200名，家家但凡有姑娘的，几乎是一网打尽。要想漏网，只有到处拉郎配了。哎，客官请。哎，请。这进宫就这么可怕吗？哎呦，进宫如进牢啊！客官您坐。客官，你也知道，那皇上啊，他也是人，又要料理天下，又要照顾女人，白天黑夜忙。哎呀，你说这几千宫女，他能顾得过来吗？有的宫女啊，几十年，甚至一辈子都难得见皇上一面。你说这不是守活寡吗？哎，看客官这模样，您是外地人吧？嗯，是。哎呀，客官仪表堂堂，可否婚娶啊？家有糟糠。哦，您稍等，我去拿菜单啊。
一壶烧酒，一盘酱牛肉，鸡汤干丝，一碗奥灶面。嗯，哎呀，客官，您点的这些可都是我们昆山的特色菜呀。哼，一看客官您点的菜呀，就看得出来您很有品味呀。客官，这么大的银子，我怎么找得开呀？哎呀，你看着办吧，不找也可以。那哪成啊？哎，菊花，菊花啊！啊，来了来了，什么事呀？啊，叫什么呀？哎，乖女儿，你见过这么大的银锭吗？这银子咱们能找得开吗？这是哪来的？是那个客官交的饭钱。嗯。客官，咱们这个小店儿做生意呀，是诚信生意。嗯，这个绝不会白拿客官的，也不会占客官的便宜。嗯，我这就让小女啊去兑换银子啊。嗯，菜呢，很快就上来。那菜呀，是小女亲自做的，小女的手艺呀。那可是昆山一绝呀！哦，这个朕已经……哎，哦，好，我已经听说了。啊，哎，我那小女啊，不光是菜做得好，心地更好。嗯，哎，模样吧，就是稍微胖了点儿，但是稍微打扮一下，那也是个大美人啊。要是跟客官坐在一起，那也是挺般配的啊。我已经有妻室了啊！哎，无妨无妨。以客官的财力，这三妻四妾养起来肯定没问题。这个肯定不行。嗯，我已经失误过一次了。啊，我不能再找一个胖的。咦，啊，胖的好啊，结实、丰满、富态，听没听人家说？我不吃了行吗？我走。哎，好好好，客官，我多嘴了，不提了啊，我绝不再提了。您先坐着。这菜呀，一会儿就上来。小二，哎，先给客官拿壶酒过来。哎，快点啊！来了。哎，来，客官，您的酒。你从冯唐手里拿到的银子，上面银匠的名字肯定是尤十一吗？肯定是。看清楚了？当然看清楚了。没看清楚，我怎么去苏州府报官呢？到了苏州府，赵林拿出的银锭。上面银匠的名字就换了。过堂是第二天，我一看银匠名字变成了尤十三，多了两横。此事蹊跷便在于此了。这个为户部打造的银锭啊，这银匠里头本来就有尤十一跟尤十三，此二人呢是亲兄弟。尤十一打造的银锭多为营造公办所用，而尤十三呢多为各部官员公干所用。冯唐赵林纷纷说银锭上的名字是尤十三，而这锭银子又在赵林手里，他拿去就没再还我，说是留着结案证据所用。王林啊，你找把细秤过来。要细啊，不仅能称出斤两，还要称出钱分。是。给刘大人。看见了吧，这个呀是我从户部领的一锭银子，上面银匠的名字是尤十一，咱们称称。50两，分毫不差吧？不差。您的意思是，如果说冯唐在你递交的银锭上想做手脚的话，他一定是在尤十一的这个一字上面加刻了两横，那他这锭银子肯定分量不足50两啊，至少差个半钱儿。外传刘大人料事如神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这样，你马上骑马去苏州，拿我的文书。把赵林手上那锭银子拿回来称一称，如果缺斤短两，一定是动过手脚。是。顺便告诉他，明天让他跟我
一块审理此案。新郎啊！哎呀，你少说两句。啊、慢点儿，慢点儿啊！这边，这边。嗯，哎，快去请吹鼓手来。老板，这满城都在娶亲，吹鼓手都被请光了。我给他们双倍的银子，我姑爷有的是钱。好嘞。哎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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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把门关上，今儿个不营业了，马上要布置洞房。好。儿子，你听我说，你可别让你娘生气。你再逼我，就跳河给你看。你怎么说跑就跑的？这怎么跟女方交代呀？来了来了来了！敲什么敲？火上房了？啊，我要住店。啊，对不起，客官，今天咱歇业。你今儿什么日子啊？歇业？什么日子？你没听见整个昆山县城都是吹着唢呐的声音吗？啊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全城大喜的日子。哦，那您说这么热闹，跟您这店有什么关系？哦，是这样的，今天我们老板嫁女儿也是拉郎配。哦，老板说了，今儿整个客栈都租给姑爷了，哦，关门歇业。不是，我呀找个朋友，他也是在这儿住店。他姓什么呀？叫什么？姓洪啊。哦，你问的是那连毛胡子大个儿吧？哎，哎呀，他呀，就是今天的新郎。啊！哎哎，里边请。哎，哟，吹鼓手这么快就到了。我老公还没醒呢，再不醒再给他灌一盅醒酒药。哎呀，不是吹鼓手，是贵宾他的朋友。哎呦，你是我老公的朋友啊？哎呦，那一定是来喝喜酒的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可能你还得再等一等。你看这醒酒药灌下去，他总得等一等是吧？不急，不急，不急。哦，那您自便，我先忙着了。啊，您自便。啊，请请。老爷，小的有急事禀报，十万火急。那快进来说啊。老爷，官银案有线索了，抢劫官银的案犯露马脚了。那你快说清楚。风流客栈拿着50两元宝出来兑换，此元宝就是户部押解到昆山被劫的银子，使用元宝的人还在风流客栈。你怎么知道那就是被劫到的银子？那银子上刻着银匠尤十一的名字。这那还等什么呀？快去风流客栈拿人！哎，你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干嘛呀？没事，咱爹。哎，好事儿，好事儿啊！嗯，一会儿您就知道了。我来，我来。哎，好，我来啊。哎，刘爱卿啊啊！你来了，喝多了，喝多了都想当皇上。哎，哦，好事儿啊！哎，县衙抓人。快快快快！哎，我去。没事吧？嗯嗯嗯嗯嗯。快说，那外地盗贼在哪里？什么盗贼啊？一个外地人，这么高。不知道啊。不知道啊。啊？官爷，哎，官爷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什么事？大事！昆山县的塌天大案，1600两银子的盗匪在潜伏。你要不告诉我们在哪里啊，
我们自己动手去搜。哎呦，快说！官爷，我们真不知道他是贼呀、啊，我们还以为他……别废话，在哪里？在洞房，正要和我们家小女成亲呢。好啊，你不仅私藏盗贼，还要跟你家小姐成亲，想当对方家属是吧？两位差官啊，是冯唐派你们来的吧？对啊。哦，不对，是县太爷。哦，是是是是是。你是什么人？怎么敢直呼我们县太爷的名字？两位军爷，你们说的这人呢，就在楼上，我带你们去啊！来来来来来。哦，走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啊。快点，把人给我交出来。哎呀，是谁在这儿咆哮啊？红爷，您摊上大事了。大事儿？来，我看看。哎，您慢着点。是你们两个在外边闹吧？啊？什么闹不闹的？我们来索拿你归案。敢？有什么不敢？上。给我。你敢拒捕？拒捕？到时候还不知道是你们捕爷还是爷捕你们呢。哼。好威武呀。爹，咱们呀真没选错人。相公。揍他们。平时啊，他们经常到我们这里来白吃白喝，今天啊，好好替我出出气，相公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刘爱卿？还是没醒啊？红爷这样啊，情况相当复杂，一件喜事儿，一件坏事儿，您想听哪个呀？什么什么？你得跟我们走一趟，上哪儿去？走什么走啊？他可没工夫跟你们走，你们啊，都给我滚，滚出去！还忙着跟我成亲呢，我什么我？小心我让我相公再打你们！爹，滚呐！哎，你等会儿啊！什么相公啊？怎么回事？哎呦，你就别装了！你看咱们俩这婚呐，都结了一半了，现在啊，就只剩下喝喜酒、入洞房了。这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的洞房啊，都是我亲手布置的。相公，你喜不喜欢？喜不喜欢嘛？哎，你松开吧！哎，不，那个等等，我还是跟你们走吧。走，公事，公事，公事，稍等，稍等。哎，你先去，我回头捞你去。你别忘了啊！你跟他说什么呢？这公事，公事，走。哎呀，早你回来，早晚是您的，早晚是您的，早晚是我的。爹，哎呀，这也没办法呀。我要我相公，难道是我相公？我不滚了。给我牵马去。哦。说出。